儿孙的假期就要来了，总共有七天的连续假期。玉里分局为了维持玉里、富里、卓溪、南区三乡镇交通顺畅，依据了辖内交通状况规划警力，在易拥塞的路段编排交通疏导以及测速稽查，全力维护民众出游的安全。春节假期就要来了，总共有七天连续假期。玉里分局为了维护玉里、富里、卓溪、南区三个乡镇交通顺畅，依据辖内交通状况规划警力，在容易拥塞的路段编排交通疏导以及测速稽查，全力的来维护民众出游的安全。本分局为了行车顺畅以及交通安全，在本辖的易拥塞路口，如玉里大桥、台九、台三十安通路口以及富里农特展中心，规划勤务执行交通疏导。玉分局在台九线、花一九三线道以及台三十线玉长公路等重要路口，采取热时、热区、热点等疏导策略，规划相关勤务。台九线以及花一九三线道亦编排测速照相等勤务，使用路人注意前方路况。另外，目前台九线大雨段到酸干地区已经是四线道，请用路人务必减速慢行，小心谨慎，不要超车。记者高松收玉里镇采访报道。